我们现在在罗城堡，素有浪漫之旅上面的其中一站。然后我们现在在浪漫大道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它的城墙上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城墙看出去就是，这不就是以前外面那个以前就是都没有东西，然后这是城墙里面，里面是居民啊，教堂远远的教堂。然后大家在这边找拍照。啊，嗨，在录影，抱歉。没关系。然后一走下去就是它的栈道，可以看到。啊，这就是城墙，很酷哦，因为很长很长，把这个就是整个是一个堡把它围起来。哎，那本书在吗？在啊。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它的堡长什么样子。你说那页哦？对啊，帮我翻一下。哦。最后面那里就好了。大家看这边，外面这是城墙，然后这样绕一圈，我们现在就在这一圈城墙上面。然后继续走下去，就是会到其他的塔。Very cool。